啊，进去的角度是这样子，刚好找到对面的剑士穴，然后连一捻针就可以出来了。Very strong. OK. 这是养老头剑士。好，这手也是一样的套法。好。透针的时候呢，要胆大心细。好。从这边，这个养老头剑士，我们从养老穴进针。然后我们三寸在两个筋的中间，好，我们手摸到针没有关系，只要手洗干净就好了，它不会传染，不会感染的，好。这针直接下进去，下到对面剑矢穴，然后下进去以后连一捻针，针就出来。一般来说我们是不留针的，好。那这个针刺的手法专门治那个 counter， 就是台湾所谓的主妇手，好，可以让手三阳的好筋通通一起归位，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案例呢，我们要治面部中风。那现在病人呢是左边，就是左边正常，右边是木讷，好，不能动。我们呢一般来说我们是治剑侧，好。但病人这个病人是久很久，所以我两侧我剑侧患者一起治。好，今天下次给各位看。如果说轻心病，刚开始的病，我们就扎针剑侧就好了，好，不需要那个患侧不需要针。那病很久了，我们两边都针。杂质两个合谷是面口合谷收，所有的脸上的病、嘴巴的问题，通通可以在合谷穴上面好治疗。那我们面部中风还有一个穴道呢，就是所谓的地仓白透夹车。地仓透夹车的时候，这个穴道是延皮刺，好，我们这个针从嘴角旁边，这是地仓穴外开五分的地方，刚好这很稳。颊车呢是在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好这个地方，因为病人咬牙齿的时候，咬合你的牙齿的时候，这个肌肉会通起来，这就是这个那地仓哎颊车穴。我们从这个地仓呢好进针啊，地仓进针，那连一捻针，然后提到皮层哈，提到皮层，然后我们直接在这是颊车的地方，我们针就对着颊车透过去哈，透针透过去。那这你看，可以看到这个针量出来，地上透的假设，你不要透到皮肤外面来啊，在透在里面。但因为病人是久病，他这个痛了大概四年了，他才找得到我们来。啊，如果是刚开始新病的时候，记得啊，我们如果是病人是这个左边正常，右边眼皮不能动的话，我们是扎剑侧，就是下他的右手，然后右手的合谷扎的左边的脸。如果是病在右边的时候，我们就好，我们这样子扎。如果是病在左边的话，我们就扎对侧啊。他现在是重病，好很久，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下针。现在这个病人就好很多了。好，一样第一张，我们这个头到夹车啊，针起出来不要太深啊，连皮刺啊，要在两个肌肉中间刺，可以刺到夹车去。那现在可以看到针哈从这边出来，要找到夹车去。不要连皮刺的时候，千万不要连的皮肤太浅，扭伤哈。这个病人是右脚踝扭伤。那扭伤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脚上弯起来，好放松扭踝，扭动这个脚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骨缝，这是我们所谓的商丘。那我们的商丘，我们用透穴，商丘透丘穴是从这个筋的下方，我们只有大筋，而不是在骨头中间，我们筋的下方透过去哈，透到这里出来，好。整个一寸半的针都可以下进去，好，那不是要透出去，好，直接进得下了。那这个透穴方法是整个脚踝关节痛的时候我们这样用的。那现在病人是整个脚踝关节痛，那加上他这一点痛，这一条筋在皮筋上面痛，所以我们这个在同侧的地方我们是用透针，那在对侧的地方呢，我们就用顺筋来取穴。第一个要痛在这个位置上，在商丘穴，所以我们在对侧的商丘上下针。好，那这条是皮筋上面，我们可以下针下皮筋的母穴。所谓皮筋的母穴就是大都，大都穴是皮筋的母穴，它就可以补皮筋的虚症。那这里商丘本来是皮筋的子穴，可在这里的用途呢是对称治疗，好，对称治疗。那这三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右踝的关节的扭伤呢，很瞬间很快就可以治好。这个病人呢，他左半边整个脸都痛，好，
从这边头顶一路整个连通过来，啊，那今天发作，他平常两三个月就发作一次，今天一发作，当天他知道是新病人，但他听说过我，所以他一痛就来，他绝对不吃西药。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扎百会，任何的头痛一定要取百会。百会的时候，耳朵尖上来，好，从头顶上来一个，这个正中间鼻子上一条线，跟着耳朵的交缝，然后稍微后退一点点，你可以摸到个凹洞，就是百会。那下百会的时候，摸到这个凹洞，手前五分的地方，岩皮刺到百会，啊，岩皮刺到百会，这是正百会。好，那他因为他头痛，从这边没有从百会开始，那这边有三条阳经经过，好，那我们要下，待会我们要下那个这一针呢 ？Pardon？ No， Mandarin。Okay， I use Mandarin。I talk to the。Okay。这一针是为了把它麻醉这边。This one， the needle is treated like anesthesia， so when I put the needle here， you don't feel too much pain。那今天的重点，我再示范一次。好，从这边看，我们太阳透出来的耳尖上一寸的地方，哈，从这个眼后这个地方是太阳的地方，所以这一针要从这边穿刺到这边。下针的时候，从皮的底下，好，从皮的底下扎针进去以后呢，把针提出来，好，然后针倒过来。啊，我们知道心里想帅骨在这边，这个针的方向，然后把皮拉起来，啊，眼皮刺，眼皮刺刺过来，那 ，OK， 刺过来以后呢，啊，就留针，这就是太阳透帅骨，几乎治所有的头痛，啊，好，你继续在这边看，继续，像 ，Yes， 他这个痛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算啊 ，Starting to feel funny。Yes. Pain subside. Huh? How you feel? Shaky and hot. Yes. And... It's okay. You will get it sweat. Okay. Normally, you lay down the tabl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problem there. Right. Can't faint, right? Okay. Because the needle is very strong. Yeah, you're very powerful. I mean, as soon as your hands touched my head, I started...Yes. My body started reacting.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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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one hurt. You're reacting like if you're hot. Very hot. Yes, because the circulation comes back right away. Ooh. Yeah, instant. Okay. Okay, you close your eyes, concentrate, and make your body calm down. Okay. Do you have headache now? No. Headache is gone, right? Mm-hmm. Okay. Yes, it has. Yeah.Okay. Yeah. Thank you. Okay. 我们这一针呢是三焦经的外通穴，一般是对左边的三焦经的头痛。那这针狭隙是胆经的母穴，那是因为它那个偏头痛也落到足三横胆经。这一针是深脉，所谓深脉呢，啊，你看这个深脉穴是阳跷脉的好起穴。那对头痛，因为它这个头痛一直痛到后项。后项的这个地方就是桥脉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这样下针的话，它所有的经络通通照顾到了。How you feel now? Better. Yeah, I feel everything in my stomach's moving around. Yes. Yeah, I can feel the blood pumping. Feels yes. good. A little shaky, but I feel good. Yeah. This arm stays still because there's a needle here.